的那个神海少女版本。那个初音《Walker Lake》里面的初音未来。死神的黑崎一护。爱伊吉罗的雷姆。东京禅宗里面的神代义士。神様はじめまして。の友江です。元气少女元杰神八位。排球上面里面的日向翔阳。火箭 cosplay 的角色是刀剑神域的雅斯娜。Manga 澳版从兽医藤。南小鸟 from Love Light。我 cosplay 的角色是元会大作战的狂山。黑子篮球，黑子泽野。阿拉蕾。元会大作战的四星。啊，西西。他群英 B 加的。cosplayer 的那个角色是 Emilia。他是来自从零开始的异世界。奇木卡卡西，火影忍者。刀剑神域里面的同人。银魂的神乐。我今天 cos 雷姆，拉姆就是。孙尚香，王者荣耀里面的孙尚香的同人女仆版本。Love Line 男小鸟。没有，只是普通的萝莉而已。Love Line 的舞妮，她的版本是小恶魔。cosplay 的角色是我的英雄学院的红椒头。王者荣耀小乔。Pokemon get 到的呗。两分了。气氛不能再高。7分吧。8分吧。6分。7分半吧。应该有8分吧。8分。5分就好啦。5分二。我给我自己打大概是6到7分这样子，因为我没有把那只可爱的猫带来，没有啦。大概8分吧，8分了。7分吧，7分。3分了。Pokemon get 到的呗。因为我喜欢就是，因为我喜欢的角色可能就是想变成他那个样子，或者是想成为他这样子啊，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英雄梦这样子啊，就是像我们小时候看 Power Ranger 啊，都会妄想自己很喜欢哪一个战士，比如说 Red Ranger 还是 Yellow Ranger 这样子的，只是我们能换个方式来把自己喜欢的角色呈现出来这样。cosplay 可以让我就是暂时抛开一些烦恼。对，所以当我面对压力的时候，我来 cosplay 就会很开心很多，压力自然就会减少那样子。cosplay 是自从我去年哦第一次参加去爱漫展的时候就看到，哇，就开始觉得蛮很感兴趣，于是 cosplay 也变成是我一部分的东西啊。有最近有 cosplay， 我会学会买一些化妆品啊，就开始会打扮起来了。所以为什么会 cosplay？ 兴趣吧，爱好。他就是能把自己喜欢的一个角色带来现实的一个活动，然后就是带给自己自信之类的。这是一个疏解压力的方式，而且我觉得在生活中，我们只有一个自己的个性，而 cosplay 可以让我们去开发更不同的个性。你可以暂时跳出你自己生活中的自己，做一下别人。其实我之前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啊。因为我自从接触了 cosplay 之后，我就觉得很有自信啊，因为我敢去接触人群，然后敢展现自我啊，敢去拍照摆 pose， 然后又可以交流去认识更多朋友，因为可以认识到很多朋友。OK， 很多基友在这边的。OK OK， Let me take a selfie。だらけの